二婚嫁头婚，信任有几分？你不是说来接我和心儿吗？我在路边等了一个小时，你人呢？堵车呢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你不是爱吃这个吗？王嘉伦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二婚女人是不是都有被害妄想症？他一个月给你多少生活费啊？啊！闭嘴！回家，回家。怎么了这是？哎，吴总，有点小误会啊。咋了媳妇儿？哎，吴总，我单子让你搅黄了，你乐意了是吧？我养你还养你女儿，你能不能别给我添堵？心儿，心儿，回屋写去，快去。哎，吴总，实在不好意思啊。所有的男人是不是都有两副面孔？哎，我记得嫂子头胎怀孕嘛，我这有个孕妇枕，回头我给你送过去。哎，好好好，再见啊。王嘉伦，我们离婚吧。你没完了是吧？我这是工作，你和你孩子吃穿住哪个不都是靠我？所以你可以对所有人温声细语，唯独对我像吃了炸药包一样是吗？你不是不知道怀孕的不容易，你只是不想心疼我。妈妈，喝水。给，都二胎了还那么多事儿。哎，把那马桶擦干净。你又怎么了？腿抽筋了。你下地跺跺就好了。你去帮我拿个热毛巾敷一下吧。你跟你前夫在一块的时候也那么多事儿吗？妈，哎，来了，他腿抽筋了。谁怀孕不抽筋儿？忍忍就好了。要不下午你去送心儿上舞蹈班吧，我看要下雨。我没时间，下午要陪吴总去钓鱼。那你早点走呗，而且顺路。哎，要不我打车去送。节省点，你上个月怎么就发了3000块钱？我不是请了2周假吗？孕吐实在难受，而且我坐久了腰还疼。你之前都生过孩子，怎么还那么多事儿？要不然你找你前夫多要点抚养费吧，我养你已经很累了，你闺女总不能还让我养吧。嘉伦不像你一样结过婚，他是头婚，有些事不懂也很正常。他是不懂还是不想懂？他跟谁都聊得来，唯独跟我聊不来。谁都能叫得动他，唯独我叫不动他。哎，你帮我倒点水吧。等会儿。哎，姐，这儿，来来来。哎，来了。你这刚锻炼完回来啊？就是偶尔想起来去练练，一直想减肥来着，也没那毅力。哎，嫂子，你试试我怀孕前一直喝的碧生源 B420 益生菌咖啡，这里面啊只有 B420 益生菌和冻干咖啡，成分纯净，携带也方便。我之前每次运动前啊都会来一个，特别适合自律性不强的。来，你试试。哎，姐，你想吃什么，喝什么东西，告诉我，我给你点。我都行。哎，弟妹啊，你上次不是说心儿腿疼吗？你给他买的什么钙片啊？哎呀，买什么买？这小孩缺点钙很正常呀。我还想参考参考你们买的呢。你外甥女儿啊最近腿也疼。哎，我知道一个牌子，我现在给药店朋友打电话给你订几盒。喂，哎，那个上次买的那个钙片还有没有啊？好好好，那你给我留几盒。我天天的都在忙工作，哪有时间想着有的没的。忙工作？那你把这些消费记录给